小狐狸，我帮你解开，这莽荒森林可危险了，小心点哦。别动！我刚刚救了一只小狐狸，然后就被它缠住了，这什么东西啊？糟了，刚才缠着你这植物，它有毒啊！啊！逗你呢，它没毒，只是得用这种方法让它解绑，才能把你放出来。你特意跟着我来这儿，你不是说我们不是朋友吗？那你管我干嘛？你别想太多啊，我是正好要去幽皇里找我师傅，恰巧路过这儿，看到你有危险，我就顺便救你一下而已。那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呗。你是不是得谢谢我呀？该低头时就低头，我还是跟着他吧，保命要紧。谢谢啊。我看我们顺路，不如就一起走吧。不过这可不代表我原谅你了。我走那边啊。我也可以走那边。那我还是走这边吧。我走这边更顺路。